有一种，有一种哽咽跟红了眼眶是在唱完歌之后才被允许的。这首歌其实很，帮我形容一下，有没有词？很有情绪，有没有更好的词？我觉得很纠结，就自己在唱的时候，有时候要一直压，一直压，压住那个情绪，然后会有很多很多的画面。我觉得特别是在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，我听到很多人的故事，然后我看到很多的歌迷朋友，很多人的支持，很多人的指教。我觉得真的是很多的歌迷朋友跟我的家人丰富了我的故事，丰富了这张专辑。所以呢，不再是我自己的音乐，这一张专辑的每一首歌都是唱给你们，唱给我们一起的。接下来我要唱的这首歌呢，就是一定要唱，有什么原因？分手后不要做朋友。谢谢。最近有人要分手吗？有带对方来吗？我可以帮你说哈。删掉你手机的讯息，清空你专属的抽屉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多想从来没认识过你，只剩下了你的空间，何时不再触景伤情，雨滴和泪滴总是会混在一起。你爱我，你想我不算什么，反正我绝不说有多难。就让我安安静静走完一程。
手后不要做朋友，谢谢。哇，我刚刚听到这边，我因为我站在这个区域，唱的超大声，而且都是小朋友唱的超大声。对，其实很小的小孩也会唱，我真是吓到。因为可能是看偶像剧的关系，所以这首歌，因为网络上点阅率也很高，然后小朋友的话就是。旋律学会就好了，对，不要太在意歌词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到高雄，先请文音呢稍微转个身，跟我们现场的朋友照相，好不好？好啊。